尬。哦，我没有找到另一个了，我找到另一个了。哇，这个有点高。啊，苦力派、欸，苦力派，烟苦力火怕啦，苦力怕，苦力派是什么？哦，我可以钓鱼耶，那我来钓鱼啊。我找个天然洞窟好了，有南瓜种子吗？没有，好吧。有，被拿走了。哦，好。哇，你们有带墨囊下去吗？哎、欸，不用哎、欸，我身上有灰色、欸，我有那个骨头。嗯，河豚真的算哎、欸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他改了吧？嗯，他没在更新了，不知道。哎、欸，没有人更新吗？没更新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后来就没更新了。可是，对，跟了他们来，那也没去啊。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有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有啊，有啊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是说。不会，你跟我在跳。他说：“哦，他说宾果这个游戏没有再更新了。”哦，不是，然后我们刚我不是说左下角的那个地图没更新哦。为什么墨鱼都那么远啊？我找一好想找一只近的打哦。爬上去捞牛奶吗？好像也可以哎。现在我，三个铁。好、哦，我爬上去。牛奶，牛奶。但愿我还记得这边。嗯。啊？什么东西？怎么你们又做了什么？你们又做了什么？我走滑稽秀秀。他是说更新不会跳啦，可是我看更新有跳啊，就是跟完有跳啊。那他刚打什么跟 QQ？ 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牛奶有了，还是因为他差一点做到某个东西？哦，他是嘛干吗？更不是吧？哦，好吧，有啊，我看是都有的、啊，我看是都有跟的、啊，牛奶有了，牛奶有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真的找不到刚刚那个洞了啦。哦，在这里缺大量缺铁。What happened? I don't know。我挖到废矿，不是废矿，大峡谷。好，好。为什么开秀秀上来？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开秀秀。对，我刚看到好像上面有生怪砖了，我要去看一下。白痴哦，也没拿起来啊。郭芙还在吗、啊？全白的兔兔哎、欸，被坐走了。啊，上不去。等等，你帮我更新一下，帮我更新一下。好。等等，上不去。啊，顶头。好，我可以更新了。嗯，好。哦，哇，他们两个，厉害厉害。他们剩中介珍珠哦。中介珍珠 ，OK。这边果然有生怪砖。土地土地。在我头上哦。谁？团团。嗯，这边有两个生怪砖。好，我慢慢开。看看哦。啊，白痴哦，我放僵尸出来跟我玩。嗯，好玩吗？不好玩。哼。哇，有金苹果哎，然后骨头。地上不还有东西吗？地上应该是差不多了吧？对啊，对，好像地上不没什么东西。这本青金石哎，哇！你有那个红色的染料吗？红色的红石。没有啊。你挖了之后去地标。是那个，那你找红石的几率比较高哎、欸。你先把青金石挖。有红石，有红石，有红石。那你把青金石跟红石合起来。不行。哦，那不行啊、哦。不可以啦，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那哦，原来不行啊。
没办法。红石算电路的东西了吧？它不算颜色了。哇，他们剩一个了！哇，他们剩一个啦！我看看哦，不要表示开心啊！对啊，我刚刚声音听起来。团团你在哪里？团团在哪里？我清醒了。你有清醒？我在录，我在地表，我在地表。我现在在坐那个矿车，在坐那个 TNT 矿车，有 TNT 矿车。你刚刚说你有看到我吗？我刚刚有听到上面有打怪声啊，然后又听到怪物死掉的声音啊。我现在很靠近地表的地方。自己走，现在白天晚上，快晚上，快晚上。哎呀呀！哇，箱子都在那边啊，尴尬。那他们既然有那个，他们既然有到丛林，那他们应该也会有那个西瓜吧？不知道，那个是金锭西瓜呢。对啊，早在挖个金锭不就好了吗？也是啦，可是通常在西瓜啊，也好像如果有记得带下去的话，对啊。可是他们现在应该晚上出去打好了，燃料燃料燃料，燃料他做了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差我们要抢 Enderman 吧 ，Enderman 好，因为他们只要做那个就赢了。那我们去地表找啦，我在地表找 Enderman 啊，我觉得我会死掉。太刺激啦！这场几乎全满的，嗯，好像到后面每次都会这样哎、欸，就因为大家的手，大家那个状就进入到状态了，已经到状况了，状况内了，所以就手速都可以很快。现在应该会开始升怪了吧？这个时间应该，嘿，太多题了吧？安德，题也没什么用了，对，有啊，做装备啊。对，只有装备的用途而已。安德，可爱的安德，你在哪？蜘蛛，我不想理你，蜘蛛。哇，这个时候有鸡蛋，真棒。这场鸡蛋好像没什么用吧？没有用啊。对啊。哇塞！怎样？我丢错地方了，那个，我忘记那个。冰的地形会生那个家伙，你说流毒西瓜、欸、哦，很生西瓜，冰的是不是冰西瓜哦，凉哎、欸，冰镇的哦，嗯，这样要怎么做、哦？没有，他们现在随便做一个也会赢，然后我们还要抢两个，你知道？嗯 ，Enderman 他们比较有机会了。我在找安德啦，青金石加红石加两个骨粉就可以了，你认真。不是吧？你认真？不是吧？我身上材料都会有哦。怎么可能？真的？然后他是说那个啦，那个洋红色染料吧？哦，紫色染料啦。哦，你要确定哦，我做出来很丢脸哦。做出来很丢脸。找不到生怪砖啊。对啊，所以也是要找西瓜，对啊，我们也是要找西瓜。哇！达到了，他们达到了。最后是阿安德啊，对啊，就要抢把揪。等一下哦，我来，我做做看，来，我也要来做。他是说什么？先上去吧。两个骨粉，一个青金石，一个红石。啊，不对，我没有青金石，好吧，算了。杰克应该有吧？就差骨粉。我没有挖，哦，你没挖起来。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空白。空白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来，冰火小黑好像只要青金石加红石两个骨粉就好，还是你是说两个红石？好，我再换。来，什么都没有。好了，上去了。想找生怪砖啊？对。你知道最后一只是安德旁边两只苦力霸，两只蜘蛛。哦。然后我那坐在床上的时候，旁边苦力霸跟蜘蛛一直在打我，一直弄我。我最后差一点点的时候还中，还来乱。哇！已经看到了，还没捡到。等一下，红梨王是什么概念？没事。那为什么他自己会突然开这一支啊？因为想说，他不是有人在重生点的话，就会读地图，就不用那个。可是好像还是要有，还是一样啦，还是一样。嗯哼。而且我刚才发现，刚刚有一瞬间，他那个会突然，他会突然那个，他会突然就是你更新也没有用，超奇怪。对不起。
会不会是同时丢地图的关系啊、嗯？有可能，也是有可能啦。这么有默契，等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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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观众说什么？我的钻石，钻石没了，我的六颗，太多了吧？哇塞，天水是挖下去连铁都没有。他有的题目的哦，这是题目。OK， 好啦，那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哎，乌冬小鸡，喵他也输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输啦。不是啊，我们是要洋红色染料啊。嗯，我觉得你就抽墨鱼蛋了啦。现在就感觉这样就抽墨鱼蛋啊，抽墨鱼蛋，抽蛋时间，抽蛋时间。好，抽蛋是不是啊？不是啊，发射器。而且我们现在不是要的是洋红色，是要紫色染料啊？是吗？嗯，对。好，那我改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……哎，我身上没被清哎。这什么？嗯？还是我刚刚不小心切创造了？应该有可能被清的，所以我今天从头到尾都没跟狼儿同队，没有。搞不好你家也不能同队啊。对啊，搞不好你家不能同队，因为你是那个一，那个一，你就是那个一，你就是那个一。哎呦，木鱼跑去哪了？找不到木鱼哎，找不到吗？垮哦，黑黑的蛋。杂项大羊驼、像山姆罗子、山猫、猪、北极熊、兔子，什么反打我的脸？就跟你讲说，不是洋红色染料了，鱿鱼，它叫鱿鱼，对，它叫鱿鱼。对。啊。好，那来，我们全部都先红队啊！我们全部都先红队。哦，好啊。但大家一个人动就好了。红队，要从最输的开始抽，还是最赢的开始抽？我觉得不管什么几率都差不多哎、欸，我看看、哦、差不多啦。那几率都一样的、啊，有人想先抽吗？哎、欸，冲啊！哎、欸，是谁？我还在跑哦。音乐，音乐是那个一是不是？好，是那个一，是你中奖了。怎么第一个抽就这样、啊？一抽就中奖哎、欸，太猛了吧！所以我们刚好每一次的那个一都不同人啊。对啊，这次刚好都不一样了。没有啦，我两次啊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两次。来，音乐，你随便选一个吧。这个不是非洲，这是欧洲，只有一次的机会，拜托。中了，所以一样就是一的人，就是做三个他就赢了。对，没错。啊，你们加油，你们要赶快连线啊。哎、欸、啊，这个我们就不用分通话啦，就是一起。分通话也太惨了吧？对啊，分通话会很难过啊。啊哈基，地图如果陨月生在丛林地形的话，他就赢定了。对，那就、加油，改一下。嗯嗯，拜托，来一个正中间难点好不好？我是画图的，我会不知道颜色怎么加什么吗？这个、哦、中间难，这个中间还蛮难的、啊。这个就一定要等到晚上大眼睛。什么红色染料加青金石看看，我刚刚这个紫色染料就是做出来的、啊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去逛街了。好，我们霸凌模式开始。哎、欸，哈基你怎么这样？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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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哈基总是排队。啊？没有，那是另外一个哈。那是秀秀，那只是另外一个哈，那是秀秀。这是分账，那是分账。哎，我们在海边有牛，有杉木，有砾石，有沙子，有啊。那杉木先啊，我要杉木族。好，好，有羊羊。嗯，哇，中介珍珠。耶、yeah, ，我在水中间。我们也在水中间。我们其实也在水中间啦，我们也在水中间啦。大家都在水中间。我看不到东西啊。哎、欸，有羊哎、欸。啊、有人挖粘土吗？有挖粘土吗？我挖喽！有，还没开始啦！等一下，不要紧张。我挖喽！还没，现在挖不掉了。有，它出现裂痕了。有苦力怕、欸，我们有一只苦力怕，等下可以扁它，看有没有火药。好的。你可以扁，你可以扁。没看到甘蔗。你们为什么要教我？哦，它被清掉了。为什么要教我做紫色染料？刚、哦、刚就是我做的啊。有了。有了，小雨快点！啊、小雨远啊，这个地方好远啊，游不过去啊！天哪、啊，应该可以体验当初我的困难。救命！挖到了困难之处，我要用我的生命挖砾石。我在挖，杀猪，你加油，快点！树苗，树苗，树苗，挖到了，
哇，历史历史历史赞哦，赞哦，不用更新就可以了，太屌了吧！素描嘞，素描太夸张了，我都不掉。素描，素描，我把你在家打超多都没有哎、欸，夸张！运气问题了，真的是运气问题，还是要注定留给雨月的，是不是？给我嘛！我拿到了，拿到什么？拿到哦，好好好，你拿到了素描，我很难过。这样子我怎么玩啊？到时候都是霸凌模式了，对，霸凌模式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霸凌？你要往好处想，你只要做三个就赢了。对啊，好难哦。会货啊！哇，我们的话也专程了。哎呦，欸、有啦秀秀有作用了，有秀秀有做了，秀秀好像比较顺利。秀秀负责 Q。